朱心怡日前在36岁生日当天透露自己罹患乳癌，小娟当时透过脸书鼓励朱心怡，她发文写道：“这个女孩，我跟她认识是透过吸人气，当时的我可能太入戏，在片场看到她都不想跟她讲话。之后常在节目上遇到，觉得这个女生跟当初认识的不太一样。后来因为共同朋友的关系，我们会出来吃饭聊天。最近她生病了，第一时间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积极寻求帮助。她真的无比坚强，是战斗的勇士。”朱心怡看到 po 文后，感动留言表示。我看了都流泪了啦。他写到小珍才是值得结交的好朋友，用实质行动陪伴我，让低潮时期的我可以坚强。直呼安慰人也是种智慧，而小珍就是有智慧有义气的朋友啊。